大家好，今天我为大家演示的是福州名菜脆炸银鱼丝。这个主料是太湖银鱼，辅料是面粉、生粉、泡打粉、色拉油，调料是盐、味精、姜汁。银鱼丝加入姜汁，适量的姜汁，然后盐、味精，然后进行拌匀腌制，腌制5到10分钟。面粉加入生粉，比例是面粉60%，然后生粉是40%。然后加入水，然后搅拌成糊状，水加入的时候要适量，然后不断的让它成理想状态的糊状。加入适量的泡打粉，也就俗称的发酵粉，加入色拉油，将色拉油搅拌均匀，打入糊内，现在我们的脆皮糊调制完成。现在我们开油锅，色拉油，先开大火，将色拉油烧至五六成热。好，油温到5-6成热的时候，我们将银鱼挂住脆皮糊下油锅。将银鱼炸定型后捞出，待油温升高至7-8成热，再将银鱼丝复炸，将脆皮银鱼炸至金黄色，捞出。此菜成菜特点是外脆里嫩，老少皆宜。